灯怎么灭了？打电话，打电话。手机没带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我们这电梯都不动了，你能不能找人上来看一下？好，我现在马上派人上去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尽快啊。出去，陆之言！放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！刚好在你身上有种幸福的味道，刚好我很需要一个真情的拥抱 ，baby， 心动不需要再多想理由，等你点头我就足够。你看看什么？别拍了。你还敢拍？陆总，走啊！歇歇歇，歇！别拍，都不下班了，不着急了是吗？视频都给我删了啊！别让我看到啊，在晚上。